然后我们今天来的是那个新疆特克斯八卦城，它为什么叫做八卦城呢？是因为它整个地图上面是一个八卦的形状，然后我们现在在八卦的运行。就他们这个城市特别神奇，没有红绿灯都，就每一个路口没有红绿灯，然后车子都是右转的。说的对。街上到处可见的八卦图案。在这个夜市这块吃这个串啥的，大盘鸡，小份儿。大美新疆。牛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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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吧。我是牛，不是他妈外国人。你不回答我，当你答应了啊！别走，我不走了，我不走了，我不走。坐坐坐坐坐坐坐，哎，别客气，坐坐坐坐坐，来坐坐嘛。清明不让烧纸啊，妈那阳间的事管完阴间的事也管，还查封天地银行啊，他要啊。那假期呢？假期啥的放吗？假期是放的，那就是不让烧纸，说是封建迷信。封建迷信？妈呀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以后那庙里都不能上香了。嗯。那以后那过生日对着生日蛋糕啥的许愿啥的，这都犯毛病啊。那谁知道？那整的我这两天天天梦见我老。人家说了，不是不让烧，是不让卖，不让生产。啥话呀？妈，多那几句话把我气皮肉干烧了。啊，让烧完不让卖，不让生产，那烧啥呀？烧他呀？所以我就不回老家了。那在楼底下十字路口给我老烧点得了。妈，那你今年得多烧点啊。为啥呀？那异地取款不有手续费吗？再加上突然支付方式发生了改变，那得习惯习惯，主要是。别害怕，别划走，是我佳娥，没改行，不是算命的。大概知道为啥这出了吧？紫外线太强了，朋友们，结膜炎犯了，畏光。起来啥也没干，先去给海鲜们都请了个澡，给我累尿急了。酒店送的饭后甜点，哦，这我寻思纸包纸果，我寻思啥玩意儿？我一打开，我的妈呀！不知道我寻思搁这碗里吐了口痰呢，这也太大了，妈！你看这视频，你看视频，癞蛤蟆大腿、大粗腿，完了大肚子，完没脖子，咋跟你长得这么像呢？两个你长得老像了。嗯，赫赫，这不赫赫吗？他咋知道我们有赫赫呢？他是看我们朋友圈了吗？啊？怎么也飞不出昏昏。大娘60岁跳广场舞，哎，咱们主打一个30岁就开始跳，卷死他们。打小咱就开始跳，哎，这都属于童子功。老了高低在广场舞，这都属于是 C 位。说的对。这行可不敢胡说啊。其实这两天待着没啥事，主打一个就是照相记录美好生活嘛。李白出去一趟净写诗了，那我出去一趟发800来条朋友圈不犯毛病。
你为啥不亲他呀？咋的，你他妈戒过毒啊？你都看见了？那我不喜欢他呀。为啥呀？他太矮了，才1.58米，都没有数据线长。那你查数据线去吧。主要他长得太正经了，让我无法躁动。妈，啥年代了还颜控啊？你没看他刚才背个喜马拉雅呀？啥？背个啥啊？喜马拉雅、爱马仕包，什么眉毛底下长俩蛋子，你只会眨眼不会看。那包100来万。我他妈都给你打听了，你知道不？人家主卧都31厅的，4层大别墅，你他妈买个双层蛋糕你都得考虑考虑吧。现在你还觉得他矮吗？丑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呀？哎呦我的妈呀，我他妈都偷摸跟着你来了，我给你发多条信息你看看。你那手机不行的话你卖了你换个盆吧，你能不能换一个能接收到信息的手机？那我先去找他，我给他当舔狗。你说快拉倒吧你，你都亲自给你自己绝育了。哎呦我的妈，人老绝缘。哎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你猜猜，我的工作常年各地跑。通缉犯呢？哎呦我的妈！冒昧的问一句，那你今年都38了，你咋至今还没结婚呢？没遇到喜欢的类型啊。啊，那你喜欢什么类型？我小时候看《倚天屠龙记》就喜欢赵敏那种类型的，后来长大了觉得周芷若和祝儿这种更有韵味，再后来又觉得小昭这种体贴的才是男人应该需要的，现在快40了，看蜜月时态都心动了是吧？你咋把我梗都说了？哎呀妈呀，大哥，你说你在一个段子手面前你就别抖包袱了呗。对，哎，但是不得不说啊，你跟张无忌确实有共同之处。真的吗？嗯，你俩都有光明顶。其实我2015年的时候是打算结婚的，我很爱他，他是唯一一个有我家房门钥匙的呢。你房东啊？你知道我为什么来给你相亲吗？为啥？因为你很像他。咋的？你上这干来找替身来了？哎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那意思。那你啥意思啊？我的意思，我想弥补。哎呦我的妈，你想弥补？咋？你是雍正啊？放肆啊！你是陆振华呀？你这辈子搁这找白月光啊？我不是那意思，哎，这样，我俩在一起，我给你买玛莎拉蒂。哎呦，玛莎拉蒂也不至于遭这么大罪呀、啊，真的是了。那家那光明顶，长得那老磕碜，你就是给再多钱、再有钱，你也都属于精神损失费了。对不起大哥啊，你不是我的菜，我就这么坦率。祝你生活愉快，不合适，再见。我要回我大地，我回一天屠戮，但愿情义交融，让我有事。今年大年上市不能回家过年喽。为啥？有演春晚的。你不看新闻吗？今年大年上市不放假，初一放。我的妈呀！你搁啥大企业上班啊？那你不乐放假，你搁公司溜达去吧。那你意思你给我们放呗？那咋的？那我是生产队的驴呀、啊！我三十下黑，我还拉磨呀、啊、我呀！啊，你不想歇着，我还想歇两天呢。你这辈子就这个时候最漂亮了。咦、给刘伟打金，还有60来天又过年了，我都感觉前两天刚吃完年夜饭呢。你今年挣多少钱？我告诉你，不会跟我借钱吧？我像那人吗？盒饭都是灵魂一宿的选手，那家耗子上趟你家，职业生涯都头回挂空车牌回家，你说呢？我是买羽绒服呢，还是交电脑费呢？买感冒药吧。哎，出身寒门不敢挥霍。不敢挥霍，出身寒门那在古代是比较低的世家才叫寒门。那我连寒门都不配呗？那我就是庶民呗？有房有地那个，那才叫庶民呢，知道不的？那啥也没有那是啥？在古代没有房的叫盲，没有地的啊叫流。啊？没事，有志不在年高，二逼不分老少，英雄不问出处，流氓不分岁数。哎呀！哎呀！老同学，好久不见呐！哎呀，嘉哥！哎呀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！好久不见！越来越富态了哈、啊哎！主要是胖了。啊，这头发也。打薄了是吧？啊，就是工作忙了，就有点卸顶了，卸顶了。忙点好，忙点好啊，忙点好。最近生意做得很大呀，听说哈。哎呀，
瞎忙呗。哎，你呢？你做啥呢呀？哎呦，我这跟你比，属于还在基层呢。那你还那么幽默啊？哎，怎么样？家里还怎么样？就是老婆孩子还挺好的吗？啊，那个我们分开了。那当初不也是感觉年纪到了就结婚了吗？那后来他在家照顾孩子。啊。那我生意也忙，他不理解。哎呀，这就价值观不一样了。啊，明白了。哎呀，不说这么多了哈，那个说你吧，你咋样啊？我还那样呗，就。哎不，其实这次啊，我找你来吧，是有求于你啊。哎呀妈呀，你这么大的老板还能有求于我？你那不会问我借钱吧？啊，那个给我介绍个对象。你借多少？10万。你想找个啥样的？那个年轻漂亮懂事的。卡号发我吧。哎，你咋就给我转10块呢？我给你转的呢，是我这杯茶水钱啊。800年不联系，一联系就问我借钱，你肚脐眼子放屁，你咋想的？不是我，还让我给你介绍对象，你也不看看你满脸的黄褐斑，真的，你还要找个年轻的了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那800平的发际线，你还要找一个漂亮的了？天天在家里给你相夫教子呢，你都过不来，你还要找个懂事的了？我小天就看你不咋地着呢，怎么这现在还这样的破烂、哎、不是你咋的跟粑粑似的？就最近一段时间，姐的生活非常的奢靡。怎么说呢？就早上在家能吃一顿饭，哎，剩下的中午晚上就天天有人请吃饭，人缘特别好。而且吧，那每桌都得吃了个菜，哎，啤酒白酒是管够。最有排面啥呢？就陪我吃饭的人啊，少则100-200，多则400-500。台上还有人演节目，还有主持人啥的，天天大有排面，就天天随礼呗。1个月10000块钱工资，去了税，剩下的一半都上交给这帮人，非法敛财，他们都属于。都啥事儿啊？结婚生孩子生月宴，这都正常不过的了。那咋的？还有啥不正常的呀？前两天有同学买房子办的，那乔迁不也正常吗？我说过我乔迁不办，是不小弟啊？那你说我乔迁我都不办，那你办的你就别叫我了呗，咱俩没啥理啥的。不的，可拿我当挚友了。结果我一去，你猜怎么的？咋的呢？妈呀！我这一看，我说这不我老舅前段时间买的房子吗？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他租的老舅的房子办乔迁。那你随了吗？都叫我了，我能咋整啊？随了。我跟老舅说了，我说来年必须给他涨房租，把礼钱赚回来。那你随多少钱呢？我随200啊。有一个品相师给我们坑个费，你带不带？带。啥呀？让他发样品吗？带。那个雕刻墓碑。可以发样品吗？不是，花好有包，真的是你苦啊！还写发样品，发样品写谁名啊？你疯了呢？万一都接呀？他给坑位费呀、啊？给你刨个坑吧，给你坑位费，给你发坑里头去。那样品赠你吧。大虎，这玩意儿是啥呀？都这么贵呀？卖5000多呀？奢侈品呐、啊？皮草啊？皮草，是貂吗？不是貂啊？啊，不是，它是羊毛。啊？皮毛一贴啊，羊毛。那老貂一家三口子一户口本的命都给你高一件衣服上都卖不上8000啊！你羊理个发退个毛卖5000多的衣裳，那咋的？光明亮给你买房了，你这么死命推他家这玩意儿啊？这不是好看吗？今年流行啊，但是5000多贵吗？不贵，快能买你命了。这个0.06毫米超薄不干燥、啊、什么混乱之气，特别的舒服，而且就是这款隐形眼镜哈、啊、它是属于这个多呢，又吓了，最近这杜苏芮影响太大。谁呀、啊、歌手啊？那阿杜和苏芮，简称杜苏芮。简直一点文化没有，你压在穷乡僻壤里头啊，你不看新闻呢？平时啊，台风为什么还取个人名呢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台风的名字其实都是按顺序排好的。世界气象组织吧，旗下有一个台风委员会，
完了之后，在1997年的时候吧，就决定了在西北太平洋和这个南海生成的一些台风，由受此地区影响的这14个国家一起，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，然后每一个成员呢，就是起大概就是10个台风的名儿，完了之后组成一个表格，然后之后就是从2000年开始，就是开始就用这些名了，就循环着用。哦，那这次这个度数队是谁取的名字啊？这么拟人？隔壁呢，史密特给我提供的，他本来的意思是老鹰。但是吧，就是如果叫老鹰的话就容易混淆，因为以前那个小日子国的那个台风有一个叫天鹰，太相似了，完之后就采用那个韩国老鹰的音译，就是说白了杜苏芮在韩国是老鹰的这个发音。哦，那我可长知识了。哎，你怎么啥都知道？嘿妈呀，没有知识就多看电视呗，那家一天像你似的仰脖晒蛋啥也不干，不知道新闻时事，就知道直播间里刷滑稽。干啥呢？虾呀！减肥啊？为啥呀？为了打春了，穿 sexy 的衣服。他长得那么安全，穿那么危险有啥用啊？一大早上吃饱了。那 S 码的衣服和 L 码衣服都一样价，减肥干啥呀？妈去了 ，L 码的自己买 ，S 码的有可能别人买的。什么叫求而不得呢？想挣钱挣不来，求而不得。那得而不失的，挣点儿，都花了，分儿没剩。不是，那就不能是感情方面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都胖爹问了，你有啥感情啊，小弟？我也在减肥，好不好啊？你没看我微信步数吗？你那是减肥吗？你那是戴手表了？那自从戴上那个运动手表，那微信步数都上去了，不知道以为你兼职拉磨了呢。哎呦，那可不，薅个好东西，那苹果手表呢？那这我这不得到处显摆去啊！我还没跟大家说呢，你就提早薅上呢？那玩意儿得看手速。哎，你还真懂呢！现在人家拼多多趁着年底给大家准备了一波回血福利，我给申请到了上千台全新的 Apple Watch S8，直接给大家限时拼手速抢了，都是官方正品，测体温呐、监测心率啊，各种功能啊都能使用。链接就放在左下角了，链接要是在的话，就是还有库存可以抢。那我现在可自律了，因为我悟了。嗯呐，你又悟啥了？不要去追一匹马，而是该用追马的时间来种草，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就会有一群马任你挑选。种草，你那感情那都不是种草，你那感情那是开荒，老弟。老弟，你下午不有面试吗？都4点多了，你不去啊？我思索了一下，我决定自己开公司，创业当老板。妈，做生意可有风险呢？没风险，赚的也少啊，一个月3-5千块钱，还得看别人脸色呀。创业是那么容易的吗？你在原来的单位特别优秀了，你才能创业吧？原来那工作场地资源客户都给你配好了，你都没整明白呢。哎，你现在想你创业了，你以为你自己富二代呀？第一桶金搁哪儿来呀？嘎腰子去？还有你呢吗？啥意思？入股合伙，你投资我呀？我投资你？你比那股票风险都大，你可别让我投资你了。再说了，合伙租船船会漏，合伙养驴驴会瘦，我可不想让咱俩本就不咋好的关系再出现一道裂缝。燕雀哪知鸿鹄之志啊？骂人呢？谁是鸿鹄啊？你顶多算是个野鸡，你知道吧？还是飞不起来的，没那一身赘肉赘着还上天了呢你！你飞不起来的赘肉野鸡。姐啊，充电器给我拿来，我充会电。你让后边充去，我这没充多少呢。我不爱动弹。那我不充了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手机没电了，你付账啊。我这手机还有4%的电呢，够用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弟，你是真抠啊你啊！我这什么叫抠不抠的？我这叫会过日子。你可拉倒吧，那抠和节约那是两码事儿。拉屎捡豆吃尿尿撇油喝的主还节约呢，真的你都头子了，你就你这样，你要能找着对象，那都不属于是祖坟冒青烟了，那属于你家坟圈炸了。供暖不是为了热，只是为了让你感觉不冷。啊，行了，姐，你别跟人吵吵了。干啥不跟他吵吵？我一年取暖费交这些钱啊？哎，你是不是飘了？以前在农村的时候，以前在农村那时候能比吗？说句不好听话，现在。一年交的取暖费，要回农村买煤烧炕，都能把你炼了，都能把你炼了。你干啥呢？啊，玩游戏呢。那 Q
平常一天不出溜溜的，交个朋友都多大了，就只玩游戏，能找着对象吗？王琦玩游戏吗？玩游戏啊，我俩一起玩呢嘛，那我现在。他有对象吗？他没有对象呢，他现在。你看是玩游戏当事儿了吧？啊，那个李静天天玩游戏吗？李静不玩游戏。他有对象吗？没有啊，他没有。你看人家没对象，人就知道一天不能天天躺家里玩游戏。那雅尼玩游戏吗？玩，雅尼玩游戏。他有对象啊？有，他有对象，玩游戏他有对象。你看人家玩游戏都不耽误找对象。我的妈呀，你这啥逻辑？你逻辑鬼才呀，简直了！哎呀妈，你都27了，像你这么大都结婚了。妈，你像我这大还有离了的呢。那我二姐结一回离一回再结一回，有啥意义呀？那结好几回了。那结婚不好，人都结两回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这逻辑真的，就你这逻辑思维真的，好厉害。